你坐在海滩边，我给你来一张。我这样吧，我还没好好的拍一遍这个。行行。然后呢，我就准备拿着我跟李斯情侣照。磕到了。奇奇怪怪的 CP 又增多了呢。哦，三二一，不要太期待，有可能会很黑。同款阴间照片出现了。哇塞，我这脸也太绿了吧。你俩的 CP 叫啥？哦，思君。啥玩意儿？蜜姐选个，蜜姐来，你选个。你是不是就故意？对，没错。我心想着终于 Q 到我，把脸转过去了。磕着了，你就这样，这儿蜜姐选一个，蜜姐选一个。我说为什么就给我 Q 呢？我说 Q 的，当时反应了一秒 ，Q 的太好，终于来一个人家。我这还可以拍什么三米以外，但是怎么调我不会。三米以外，你不是给我拍过了吗？拍成那样了。那是因为我没有调到那个模式。送你离开三米之外，你或许不在。我觉得可以离近一点。行，再来一张。你打个嗝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拍照的时候你要哦一下？你是有多恶心？看到我在拍照，你是有多么恶心？看到我在拍照，我就恶出来了。你是有多么恶心？看到我拍照。